现在我们做这个简易选单的，你可以发现它影格有没有很多？而且不止上下，还左右嘞。有没有发现这样是这样蛮难用的？好，蛮难用的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假设像这种那么密的、那么多的，你可能就要用小的。除了水平变短，水平的变短，这有个较短，有没有发现？如果图层多，这边是不是有高度比较少？扩宽几盖，有没有个较短？所以它刚好一个是控制高低，一个控制左右的，好，控制左右的，这样你可能再看会比较容易看，不然你要拉很长哦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哦，你看看选单是不是在这里？这个的按钮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这是按钮，有没有？直接用按钮。那么当我按下这个，我会跑到第一，这个是第几个？这个是第四个，你看哦，你看到上面这个有一个 A，有一个，哎，这样你们可能看不到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A？这里就是第一个选单呐、啊，这里是第二个选单，那看起来好像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现在里面还没有播，还没有播哈、哦，这里。所以它总共有一二三四，是不是四个？所以等于是用跳影格方式去跳。那你想看看，如果我这样点到它，我就要跳到哦，我得仔细去看这个是第几格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样方不方便？如果你影格少，我们就直接跳啊，第一格、第二格或第五个、第十格，这样很容易。但是如果像这影格那么长，你要跳的时候其实不好跳。第二个，万一我以后影格有增减，你是不是要重新再算一次？比如说原本我50格，我要跳到第50格，可是因为我前面多了5格，它不是不会往后挤了吗？是变55格。所以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，什么方法来做？来，待会儿麻烦各位就点这个上面有 A 的，有没有 Action 的这个有 A 的，点到这里，有没有发现这有个叫影格标签？有没有用过书签？这就像书签一样，比如说这个我叫做 Menu One。可以吗？所以待会我在跳影格的时候，我就不要直接指定第几个，我就跳到 many one 这个书签，哎，你要看哈。所以后面这个你来加一下，这叫 menu two。那我就还给你了，总共四个哈。这个我们稍微修正一下哈，就是不是写在这里，不是写在这边哦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有标签之后，有一个是旗子在那里。你以后再看有没有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我们这个棋子放错地方了哈、哦，你把它，我先把它删掉一下。你按下之后，棋子就不见了哈、哦。好，你到第30格啦，因为它选单一是在放在30格，这里有没有关键格？没有，所以没有关键格的地方不能编辑，也不能放棋子，可以了解。好，所以我插入关键格，是不是这里就可以放棋子？好，我把它贴上。你把 menu one 移到第30，menu two 在60，好，所以这个就不要，这个我把它拿掉。好，所以请你稍微修正一下，这个是在第60，点到这里，你看这里好像点到好像可以写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因为没有关键格，所以如果你有写，你会发现会写到第左边离它最近那一个。哎、啊，你要看为什么要插入关键格的哈？你没有插入关键，不要看到。就把它很快的弄下去哦，这样是没有用的，哎，一定要插入关键格才把它贴进去。OK，来，请你修正一下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加进，因为现在你有了它，这上面都是做动作而已嘛，就是当我滑过去它的时候，我就跳到那个影格去，好，那个影格。那平常我们点到它，一样，我现在用这个助理，不是助理模式的 on。当我滑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滑跑到那边去。好、哦，我这是用滑过的，用滑过的。好，好，那滑过去我要跑到哪里？是 go to and play，从第一个这里开始播，它会从这边开始这样播。好、哦，所以我就跑到，本来你是要直接写30，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要了。所以你看哦。你有发现下面会有个黄色的，
你丢进来不是会有黄色的吗？有一跟二表示什么？它有两种用法。你现在是在第一种用法里面，两种用法里面的第一种用法。所以第一种用法我们是直接加一个，第二种用法你看我把它按这里，这里可以按哦，有没有加场景加一个？但是这都还不是我们要的，那怎么办？其实你只要这样子哦，点到这边，用什么双引号刮住就好了。双引号刮住，里面就打什么？好嘞，这你可以检查看看有没有不一样。不是直接打影格，影格是数字，所以就直接打。但是因为我这个是不是文字，它是字串，所以你就用这个。那如果你刚开始不习惯，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助理模式哈。你看一下助理模式，如果你是前往影格编号的，就是我们刚那一种。啊，影格一有没有？那么这里类型你把它换成影格标签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左右挂号跑出来了？就是这样子，哎、啊，了解哈。因为这样有个好处，其实我根本就不用去怎么样，我根本就不用去管第几个影格，标签到就到了。不过有个前提，标签要是唯一的，你总不能叫了一个名字。淑芬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又又，这嘛叫淑芬，那嘛叫淑芬，安尼别人呀，这要唯一的啦，可以理解的哈。好，所以其实你不用助理模式，就是加双引号就对了，他就认为那是标签而不是引格。好，那这个会的，剩下的就是复制贴上的问题了。那还给你咯，来。